干吧。别弄那么点吧。我妈洗面刀走去了。喂，别干嘛？别拉风扇，快打败。来不，来不。Hello， 朋友们。等会跟我妈去下面那里挖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大力士，拿回来挖回来那个拿来泡，做那个药酒。走吧。这个是昨天弄过那个坐垫，然后它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我们昨天拉的太用力了，还是生锈了。那个怎么样，然后它这里就弯了，已经翘起来了，到时候又得焊过。走了，下去干活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，我妈说到这个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这里过去了。对。嗯。嗯。就这个东西。然后我妈已经把那个杆给它砍掉了，看那个杆就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现在开干。有你在这边呢，你拿呢？这边。那得了吗？来啊来啊来啊，好来哦。刚拉的没人弄，该忙的些，这种没些，光一洗背都没的的，我总给割不了。你干么子？没不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好大一个。这个挺大颗的，看，哇！哦，搿种啊！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跟我哥还有我姐，经常去挖这个的。每次礼拜天放学回来了，就去挖，去挖两天。去学校的时候就顺便拿去卖，可以买辣条吃了。那时候才几毛钱一斤，但是根里面应该都还是有的，越来越大了嘛。哎呦，你呢？来了，顶梁没了，怎么？丢东西了？嗯，刮干了，挖了一下都出汗了。你看，这里就是我们家种的那个豆，都被鸡吃完了。一根就差不多那么多，这些都是根，然后就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，应该有半斤吧。刚刚那边那颗挖完了，这边还有一颗小的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。给它挖再看，别刮很多啊！为什么？啊，为啥干也要买干根没的哈子？这个就一条根进来得多大？这个，能装进来？啊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了。就这个还好，那个太小了，就根小小的。行了，先回去了。